最近几年，年代剧深得大众的喜爱，像《山海情》《人世间》等年代剧，均是口碑与收视齐飞的佳作。特殊年代背景下的人和事，让无数观众动容不已。演员阵容如下：肖战是肖春生，肖战可是圈内当红顶级流量小生，选秀节目出道的他，因出演《陈情令》大火，从而一炮而红。 成功跻身人气小生行列。今年由他主演的热播甜宠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大获成功，热度居高不下，让他的人气一路飙升。期待他的新角色李沁是一位演技出众的女演员，昆曲出身，曾在古装剧《楚乔传》中饰演反派角色一炮而红，随后又出演《白鹿原》《青余年》等热播剧，多次提名白玉兰奖。 百花奖最佳女配，除了这部待播年代剧之外，她还有一部与任嘉伦合作的《请君》，热度同样不低。刘瑞麟，家人传媒旗下艺人，多次出演公司旗下热播剧，颜值与演技并存。今年的她也交出了不错的成绩，两部古装剧《烟雨复合且试天下》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表演功底深受广大观众青睐。曹斐然是何鸿燊，赵欣是叶芳，崔航是陈红军。崔航。 1989年出生，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担任男配角，阳光帅气的外形，高挑的身材，给观众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张凌心是萧燕秋，郑武阳光的御用女配角，其丈夫是导演，两口子是圈内有名的神仙眷侣，事业上相辅相成，在表演方面深得观众喜爱。由他主演的《谷雨》。 是不少人心目中经典的悬疑佳作。鲁诺同样也是一位演技派，痞帅的外形条件让他多次出演小混混角色，角色拿捏到位，细节处理十分细腻，极具个人特征和魅力。以上就是这部待播年代剧的演员阵容。网传该剧即将于下半年播出，《青葱岁月的大愿往事》，纯真年代的热血青春，期待早日上线。